进一步小杨提出剁菜小肉是一种既健康又能保护环境的饮食习惯。在健康方面，剁菜小肉可以降低血压，改善消化功能，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等等。在保护环境方面，剁菜小肉可以舒缓全球暖化，减小二氧化碳。除了这两个好处，剁菜小肉可以减少杀害动物的机会，维持生态平等。我常常吃肉不吃菜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吃多一些菜，吃少一些肉，因为我想舒缓全球暖化和减少二氧化碳。我会叫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养成这一个好习惯。